代者、见证者和推动者。没有华人华侨的努力，就没有今天中华关系的大好局面。在此，我借习主席的话，向沙洲华人华社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栉风沐雨五十载，奋起扬帆开新天。站在激荡开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，中国主领馆愿与沙洲政府及各界人士一道，以共建中华命运共同体为指引，继续拓展多领域合作，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，并得到更大的发展，为两国和本地区的繁荣注入新的更大的动力。今晚火红的灯笼照亮了马洲友谊公园，也点亮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交往的光明前景。祝愿今晚前来赏灯游园品美食的各界朋友玩得开心，祝愿中马中沙友谊万古长青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邢伟平总主席。Thank you.